可以吧？我们一起去找野果，就这种果子，小的时候经常吃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像有那个打虫，好像打不虫就是打屁。哇，这里好多啊！太多了，这里。刺啊，这个三叶蒿长在这个刺树上面，好多哎！哇，这里好多啊！这里刚比刚刚那里还要多。就是怕突然窜一条蛇出来。耶！这个。哦。这个。哇！你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点啊？不是要给哪个？在地里头。哇，这里这个果子特别甜，所以很多蚂蚁也来吃。这时候要打开这里面看一下。嗯，这就是刚刚我们几个拿的果子，这个三叶蒿，等一下拿去洗一下就可以吃了。我现在也可以吃，为了卫生的话就洗一下好一点，因为可能有虫子。洗一下就，洗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嗯，特别甜，很甜这种果子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可以订阅我们，我们明天见。